昆林道路有一个骑车违车，去让人弹这爆炸物。检警来侦办了，发现四个犯罪嫌疑人，意思是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的金钱纠纷来犯案。另外，在彰化溪州某社区去用弹这爆炸物，警方是抓到三个人。就看到偷这玻璃物，我明在二楼飘过，造成窗的玻璃拢炸碎，好在再无造成任何人伤亡。这个违车，这名错车犯嫌，在彰道路区一处民宅飘玻璃物。经警方调监视器，并报请云林地检署侦办，总共追查到四名犯嫌。我不知道是丢什么，没有出来看。玻璃就炸破掉了。本案系因诈骗集团成员间因金钱纠纷起内讧，而由蔡显慈主持炸裂物前往诈团的成员住处丢掷示威。各彰化溪州乡一处社区，这个月十一号，麦被布林林叔开着货车，前往拼玻璃物，警方接到报案，收集现场相关基证。十八号摕到机票和搜索票，将涉嫌的黄姓主嫌查起到案。本车黄姓男子与该乡内住户有仇恨，遂邀集肖姓及杨姓男子一同前往丢纸报业务。决案本案局十八号拘提黄姓男子到案，并起获小火石钢瓶及火药等证物。警表示，这两件拼玻璃物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春节前后，两案总共查起到七个人到案。经过讯问，以侵犯公共危险、恐吓和毁损等罪嫌，分别依上桂林彰化地检署侦办。两案主嫌经过警方审查后核准，即将向桂林彰化综合报道。